啊！哎呀，今天要去吃戏，非让我说给他打个底。哎呀，观众朋友们，那么说说哈，这郑州打底是多难的一件事儿啊！耶，这有头绿，他就不要打底了，不如让他骑着这头绿去吃戏，大家说好不好啊？哎呀，我说，齐队队，齐队队，底给你打好了，出去啦！来来来来，打好了，打好了。今天不是去吃戏呀？啊，你不是个诰命夫人呐？啊，你咋穿的这个德行就出来了？哎呦，这造型多得劲呐！哎呀，新潮流！哎呀，真是嘞，齐奶奶哈，你我不知道，因为你去跟人说媒嘞。嗯。哎呀，齐奶奶啊，这底呀、啊、不好干、啊，我跟你说呀。啊。你看我那边坐着头驴，哎，我给你搭了个驴车，你看咋样啊？哎、啊。哟，你真高真大，你是整那驴弄啥嘞？你不是别驴强？齐奶奶。你看你坐着还省钱。我得比那驴强，驴强多了。哎呀，你说这话让我咋接？起来了，那你走，上轮。好，一二三。哎呀，起来了！哎，哎呀，哎呀，起来了呀！就是起来，快快快，快走了，快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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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。齐奶奶好，齐奶奶叫你呢。免礼免礼，自己人自己人，我跟你说，这这么忙，恁是叫我来弄啥呀？叫你弄吃戏来。对呀，啥吃戏？咦，啥都不好，就好吃。今儿吃凉面还叫你吃不叫？只要你喜欢吃，这一天给你摆一桌。你都有啥好吃的？哎，齐奶奶，我跟你说哈，别的我不知道，你今天想吃个啥，今天他们家就给你做啥。哎哎，我想吃啥都有啥。咦，那我想吃啊，会哼的，会叫的，天上飞的，地下跑的，水里窜的，泥里泡的，是长的，是短的，是方的，是圆的，两条腿的，四条腿的，八条腿的，十条腿的，木牛腿的。呀，你怎么吃了饭把咱家吃倒闭了啊？是管挺短的。今儿个齐奶奶我要吃肚圆，今儿吃不肚圆，咱今儿戏都不散。哎呀，齐奶奶胃口真大呀。哎，齐奶奶 啊，在下有一事不明，赶往此教。你啥事说？就刚才您说乱七八糟吃那一堆哈，我就想问哈。啊，那两条腿的是个啥？真笨的，鸡、鸭、鹅。哦，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这四条腿的就是猪、牛、羊，对吧？哎，你说的。那八条腿的又是个啥？哎，你没文化，八条腿你都不知道啥？啥？没听见说啊？一只啥八只脚？螃蟹对吧？哦，哎，齐奶奶，那十条腿的又是个啥？十条腿你都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啥分最多？啥分最多？茄子是五分，五分。这老太太吃了怪猛的呀，茄子茄子啥都要吃啊！我跟你说啊，先来点稀的。你别，还有事没问完嘞。啊啊，那齐奶奶，刚才你也说了个木腿的，那是啥？
模特嘞？啊，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想想啥？想想啥？我想不出来呀、啊，我提示你，你说，一五一五一五是个啥？一五得五，一五得五对，一五是个啥？一五月，耶，太五月啊！哎呀，还是起来点搞命，起来点，你想吃啥咱上菜吧。先上席嘞，点点。上席上席，上菜了。哎，哎，我来入座入座，多上位多上。哎呀，我说起来了呀，这席嘞上来了。席嘞上来了。哎，我跟你说一下哈，啊，这席嘞是外头圆又圆，里头甜又甜。吃到嘴里黏又黏，咽到肚里香半年，香半年。哎，圆又咦，不就汤圆吗？拿过来。真聪明，回答正确啊！来来来，齐奶奶，快尝尝。哎呦，啥味儿？啥味儿啊？啥味儿？齐奶奶，啥味儿啊？这个啥味儿啊？啊，一溜热。没唱出来，你吃饭呢？慢点，慢点，齐奶奶。哎呀。上肉，哦，上肉啊！齐奶奶好吃肉，说呀你，啊，快点！齐奶奶，肉来了！咦，你可不能看呢，你这一看就穿帮了。咋回事？齐奶奶，你猜这是个啥？我会叫你上的啥肉？嘿，这东西可是新鲜玩意儿哎！听着啊，它好有一鼻，呀，还鼻子，身子圆圆。四只脚，他的脑袋能伸又能缩。你要问他的名字叫什么？啥？他叫我。我？哎。呀，我还没吃过我嘞。你可吃过了。来呀，这就叫我。你吃个我，老鳖爷，这都是我。哎，这是你，我都是老鳖爷，我吃我，你吃他，吃啊呀，恶心人，恶心人！我告诉你说，行了，你还差一个字呢，你还再加个姨，你叫老鳖姨，上好嘞。爷，齐奶奶上菜嘞。亲爱的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，这是名门全国的咱们黄河大鲤鱼。哎呀，我吃鱼有讲究啊。啊，对对对，咋说？哎呀，我脚抽，按住嗓子的头。鱼的头。哎，对，鱼的头。左手按住弟妹的尾巴。那是鱼的尾巴。呀，你管那谁的尾巴嘞？我开始吃吧。吃快点。啥味儿啊？吃饭了这是。啥味儿啊？啥味儿？啥味儿？咋了？这是叫吃鱼嘞。咋了？咋了？这大鱼。这鱼都就这吃嘞。啊。那咋吃了？这鱼怎么不开膛呢？这鱼咋没开膛呢？是是是是是，我出十度了。不知道。这出十正是买的吧？别吃。